生态风景区为滹沱河生态修复工程一期二标段，位于石家庄藁城区金武公路以东，石黄高速以北，是集旅游观光、亲子游玩、露营烧烤、垂钓休闲、运动健身、采摘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胜地。景区水域面积有208公顷，绿地面积1176公顷，河道全长10.3公里，道路41公里，建成了景观林带、疏林花田、景观绿地、河滩绿地四位一体的绿色生态修复型景观长廊，沿途波光粼粼，小桥流水，鸟语花香，俨然一幅美丽的江南水乡画卷。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，连州云湖生态风景区期待您的到来。